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劝你。这段时间你整个变了一个人。我害怕。你到底害怕什么呢？你说出来。他们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哪有人？你刚才肯定看花眼了，那儿没人。他在那儿，他经常出现在那儿。那报警吧。要是你能在我身边，那该有多好啊！怎么是你？韦彩华，年龄36岁，职业是唐龙商贸公司的部门经理。10月27日晚上21:05，我们指挥中心接到群众的报警电话，韦彩华在其居住的住宅楼坠楼身亡，他家住在第17层。哎，等等，我再搂一眼。
有什么疑问吗？没整明白啊？梅彩华是脸朝下摔死的。现场勘查，韦彩华家的房门没有撬压的痕迹，也没有发现什么重大的疑点。韦彩华的死属于自杀还是他杀，现在还不能下定论，因为目前全队的警力都集中在以往几个积压的旧案当中和市中区盗抢机动车辆系列案的侦破工作上，对韦彩华及其丈夫张有进的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状况等等还没有展开调查。第二，我们在等尸检报告出来。哎，老天，死者是正面朝地摔死的，这一点啊，连傻子都知道啊。那么，死者大腿和小腿，还有腿的背面，那擦伤痕迹是怎么形成的？尤其是后边这两条痕迹特别明显，这说明死者从高空坠落的过程当中，大小腿的背面与某种物体有过接触。哎，还有什么值得振奋的发现？希望能找到。哎，把你尺子弄下来。市局的同志，彩花死前我们还通过电话，我问他要不要给他带点什么东西回来。我在广州开药品招标会，刚回到家，没想到就成了有病。彩花不该，请节哀顺变。人死不能复生，你们把他带到其他房间去待一会儿，我们呢还有点的工作要做，好吗？你休息吧，休息吧。你是说你看到韦彩华同一个陌生男子一同乘电梯上楼了？傍晚六七点钟的时候。时间能更确切些吗？嗯，有六点半多了。你是说昨天夜里九点钟多一点的时候，一个穿蓝风衣的男人进了韦彩华家？这能有错吗？你怎么记得是九点钟多一点呢？九点整中央台不是播放新闻吗？那个时候我老头子想看新闻，小孙女呢又想打电子游戏，
9:00多一点点的时候出的门，哎，我是干什么来着？正好我听到那个女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是你？怎么是你？你没有看秦英那个男的长什么样？这个人是谁啊？楼上租房子住的。你看秦英那个男的长什么样了吗？我出门的时候他已经进门了，我就撩了一眼他的后身，他就把门关上了。个子嘛，个子哦，跟刚才那个人差不多。嗯，穿着一件蓝风衣，挺长的。记得我问过你，你说穿蓝风衣那个男的是晚上9点钟以前离开的。怎么了？那男的7点以前来，9点以前就走。听说姓肖，他总来啊。那么离开的时间会不会是在9点钟以后，9:05之前呢？我脑袋可不是什么电脑，进去到这份上，那男的9点以前离开，这样没错。他走了以后，我是按半导体里打点儿对的表嘛。9点钟以后有没有一个穿同样蓝色风衣的人，男的，乘电梯下楼呢？没有，那个钟点下电梯的人不多，这我记得清楚。他会不会从安全通道下楼？这下不去，十六层安全通道的门口，因为俩邻居在楼道间搁东西打架，一家人呢把楼道给封死了。不信呢你下去看看，物业正在给解决呢。这楼上楼下的人要下楼，这部电梯变成自古华山一条路啊。死者腿部的擦伤是死者家阳台上那个水泥台上有个缺口造成的，这一点呢不容置疑。现场残留的血迹经检测是韦彩华的。他傻，又是他傻。现在到底什么地方啊出了问题啊？啊，没完没了的他杀，恨死我了。如果死者是主动跳楼，那他腿上的擦伤痕迹是不应该存在的。哼，真难得，领导开窍了。是死者韦彩华生前有一个爱留长指甲的习惯，这个习惯呢给他的冤情昭雪和抓住凶手提供了重要证据。在死者的指甲里我们采到的血样是另一个人的，这个人可以认定就是凶手。死者在坠楼之前抓伤了罪犯，怀疑有人害死了我妻子。只是猜想，破案子嘛，最没能耐的一招就是漫无边际的瞎想。张经理，
如果，我是说如果，假设吧，假设有人杀你妻子韦彩华，你有可怀疑的人提供吗？有，这个人叫肖云庆。原谅了我妻子，彩华也执意跟肖云庆分手。我想，这会是肖云庆很恨吧？不是肖云庆又会是谁呢？我们两口子可以说是一个仇人都没有。彩华也不会有其他事情再瞒着我呀。
为什么两个人一样的床头？是第二个人把自己装扮成肖云清？这第二个人怎么会那样准确地掌握肖云清离开韦彩华的时间？难道这第二个人就在韦彩华附近？他下不去，十六层安全通道的门给堵死了。我们这的人上下楼，这部电梯变成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凶手和韦彩华住在同一个楼，往下想，凶手住在死者同一层楼或者上一层楼。正好我听那个女的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是你？死者和凶手认识。哎，我早该把这一点强化。都想什么了我？你好，你好。你好，我有个情况想跟您再了解一下。那请坐。啊，谢谢。鲁队，我再跟你打听点事儿。就是昨天我们在楼道里说话的时候，从我们身边过去那个男的，挺黑的，背个包，从我们身边过去的时候还蹲下看我们一眼。他是这老住户吗？你问的是他呀。他租楼上那边那间房子住，时不时的回来一下，回来以后待不了多会儿就又走了。梁队，梁队，梁队，听到请回答。我是鲁炼，我是鲁炼，我现在在临海小区 C 座十七层，对，请求警力支援。我这是地都敢占了，问我，哎，不看腻了，哎，不看腻了，不如给好人干算了。我走了。慢走，我给贺局打个电话。你以为你是贺局什么人呢？
说，我正要离开，我马上就出门。好，明白。局那儿我打过招呼了，他说马上派人来。乔哥，嗯，我上楼迎他一下。找你妈死你！你长了什么脑袋呀？啊，你就不怕雷子上来把你一勺烩了？妈，怕什么来什么，雷子来了。大兵的，我们帮不上他了。那告诉头吗？现在怎么样？人还在吗？应该在。应该在是什么意思？我分身无数，我哪知道有没有其他套路在走。樊毅，上楼顶。明白。李振明，到。到队里多派几个人，要快。是。破门吧。杨队，人正楼顶跑了。对对，这小子有两下，他抓着绳索呢，上去游。那边呢有个防火梯，他顺防火梯下去的。你干嘛？干嘛？下去把门打开。歇歇菜啊！你以为你多大了？啊，十八呀？穷行啊！王毅，下。明白。里边发现一些拟人的化妆品，那详细查越细越好啊。好的。翻译在，赶快拿去做鉴定。可以，快去。明白。哎，大龙，我是狗肚子里存不装两箱油啊，今天你这事儿办的可不大地道。怎么不地道了？你管我要人，我让你崩会儿，我哪错了啊？你可倒好，直接找贺局歇蹶子也没你这个歇法啊。给我玩蛋去，少跟我扯。梁队，是我给贺局打的电话。这才哪到哪儿啊，我告诉你，以后我要歇蹶子我就当面跟你歇。我说你要有那闲工夫，你咋不考虑考虑？如果你今天早来一会儿，那犯罪嫌疑人兴许就跑不了。我最烦的就是出了纰漏，出了问题，互相推诿，互相埋怨。
你们还有别的话说吗？没有啊，别在我这耗时间啊。我说，说完了我走。贺局，你给我派的啥人呢？啥人？好人呢？我给你预备好几个呢。先说说这个吧。徐宇不是师大艺术系毕业的吗？徐宇不就是为了到咱们局能在省市歌咏比赛能拿个奖才调咱们局的吗？他唱歌行，可是我破案子，你给我配个唱歌的干嘛呀？来的人不行，光累我一个人不说，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受得了？贺局，这是破案子，不是唱卡拉 OK。贺局，梁队他们送来检验的小塑料口袋里边装的东西，可以确认是冰毒。冰毒？而且纯度很高。哎，风衣上的血迹检验结果怎么样？风衣上的血迹和死者韦彩华指甲里遗存的血迹经过 DNA 化验比对同一。吴林，你看看，谁画的？咱局还有这高人？来，我画的还成吗？像吗？还可以吧。你说是像还是不像？话说的含含糊糊的，这是你吗？那家伙长得也就是画像上这德行。我在网上查明，犯罪嫌疑人姓名叫葛林，小名二林子，住我市东山区13委6组，无业，曾先后因流氓斗殴、强奸妇女被两次判刑。葛林是什么面捏的？我知道他，知道个底儿掉。这人啊，生性不光好色，哎，调戏个妇女啊，挂个马子，对他不算啥事儿。这一小子好手狠，那一次，他为了收保护费，
一啤酒瓶子就给人家把脑袋开了，还把人家锁了个气胸。哼，哎，就赊我手了。哎呀，哎，我的意思啊，咱先别电视通缉，那样他准窜。哎，对他悄悄地打枪的不要。哎，干嘛呢你？要耍会后耍去，这是开会。关于葛林吸毒贩毒，过去不曾有过。10027案呀，不算什么太像样的案子，破案呀，不应该太难。你说不应该太难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啊？好破，好破。所以啊，我的意见是，暂时不要从几个大要案的工作中抽调警力。我懒得跟你掰扯，太累。10027案他杀的性质已经确定，凶手葛林也已经确认无疑，下一步就是对犯罪嫌疑人实施抓捕嘛。再运用所有的新闻媒体、广播、报纸、电视通缉葛林，发动广大群众配合，这案子难在何处？哦，你搁笑啥呢你？梁志群，我都不跟你扔了，你还较劲你？我问你，抓着葛林就可以结案了，是吗？先不说冰毒的来源与去处，也不说在葛林出租房里头发现一个不明身份女子的掌纹和指纹。10027案件还有一个重要角色我们还没碰，要马上与肖云庆接触。肖云庆是韦彩华被害之前见的最后一个人，韦彩华的丈夫张有进又指控肖云庆是第三者。那么肖云庆在此案中担当什么角色？我们在肖云庆是否能得到一些意外的收获和线索呢？这些你想过吗？啊，梁队，这不比你以前在城郊派出所，你在派出所所接触的案子，也就是那些偷鸡摸狗啊、倒棵树啊、顺手牵羊之类的案子，这类案件弄条警犬就破了。贺局，10027一案会牵出个惊天大案也说不定。如果顺着冰毒的来源与去向去查，如果葛林跟冰毒这条主线有什么瓜葛的话，葛林他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他可能活不长了。你趁着天黑赶紧走吧。走。嗯。哎呀，不管他。哎呀，我跟你说正经的呢。走也不能趁黑了走，警察抓我是明的，我怕还有暗的，他们抓我要灭口。刚才你在车上的话说得干净，对梁志群啊，该点就得点他，当着贺军那儿怎么了，他也得听着。在份上怂，结果我要耍会后耍去，爱咋耍咋耍。我当时真想跟他麻了。我们要尽快想办法抓到葛林。如果葛林遇到不测，我说你想的啊，你担心的都对。我说咱先把这事撂下啊，咱们是不是找个地儿先填饱肚子啊？带我一个行吗？哎，我请你们。你没走，我只是想听听你们说案子。他怎么还不出来？等他。
姚小梅那小娘们儿够风骚的，今天在车厂那会儿冲我扑啦扑啦扑啦闪了好几回电。有意思了，走到一步三腰，小腰螺旋定。哎，他冲我撩了一眼，我骨头都酥了。等把葛玲处理了，姚小梅归你。真的？